刚开始，我们就来先恭喜我们的 QA 中奖者 NA X PG 505 S 505吧。他恭喜他中奖啊，然后记得加我好友，然后来，然后领取100 Robux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会来回答观众 QA 的问题，已经拖了一个月没有回答，那我们就以两次吧。我们现在弄第一次那个，我们就来看胖胖的留言。他说我为什么会想当 YouTuber？ 因为兴趣啊。上次其实以前有拍过一次，可是不是很成功。然后我就再创了一个这个账号再来拍一次，然后这个账号确实蛮成功的。然后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，就是兴趣关系啦。可是最近就不是想要玩那个 Roblox， 所以就会想去尝试其他的游戏，可是就是又没有什么人看，就这样子啊，希望你们会支持。好，那我们来，对，然后胖胖跟那个彩虹笔电两个都是同一个问题，那我就一次回答了。然后换这位，我上次的 I M A D E B B O N 那个账号被盗的吧？是吗？啊，那我忘记了。然后呢，能不能跟我拍片很难啊，只要你愿意的话，然后呢，一空菜鸟鬼神 Lagma low 啊，鬼神你竟然没有回答问题，那没办法回答了。然后这个，请问大约是多久刻一次啊？其实最近没有很想刻，但就可能。几个月？好像五个月刻一次吧，五个月刻一次啊。这个有打算找知名的 YouTube 来合作吗？当然蛮希望的啊，可是要有人来找我合作啊。这里不是烟不愿，不是我不订阅你，是烟没钱啊。这个人做操场的，无业税，弗兰洛特 ，OK。他的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改叫菜头？因为想吃菜啊，没有，然后反正我把它改回去了。现在你小目标500订，所以500订阅就满足你了。应该说是这样子。然后就是可能弄完500订阅之后，再继续往大目标前进啊。我的生日哦，这个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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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？不行，我的生日不能讲。那你的偶像的话，那就有感笔电跟电魂沙还有鬼神啊。哦，好哦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别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会退出 Roblox 圈。因为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无聊啊，你玩太久了。不然我从二年级三年级就开始玩，就是最近觉得有点无聊，就想退一退，想去尝试一下其他游戏。但我觉得其他游戏蛮好玩的，然后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其实就是因为无聊啦，无聊想换个游戏。那我之后应该还是会拍那个 Roblox， 只是应该会比较少，我会更加注重那个 CS2， 只是特战英豪跟狂野飘的酒，因为我想去创新一下。那也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，对，就这样子。那也感谢各位观众帮我。各位观众陪我一路走到现在，让我可以达到227订阅，那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